想，看你搞到安尼，做业界新妇足委屈的吼。是。卖问遐尼济。免紧张哦，只要你乖乖听话，就无代志啊。我知影你为我许多看人和杜承恩检察官了起的代志，我嘛查过你的背景啊，还佮你的后头厝，你伫美国的后生子琪。你是全面女郎？哎，我无爱你讲话，你就掂掂。啊，若无你后生真紧就无命。等一下替我做一件代志，我绝对袂甲你为难。你爱我做啥？这种代志我无可能答应你啦。你会当唔惊死，啊！不过你的宝贝后生还阁这么小，讲起来无你遐尼勇敢。伊读 The Village School 对无？你若敢动我后生，我就跟你拼命！你，哪会跟我生到这么像啊？不过顶下检察官也抓唔到人。既然让你看到外面啊，我嘛无需要跟你客气啊。你若阁唔听话，我就让你永远消失，然后把你后生带走。我保证，我会让伊一世人过到最痛苦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啊，不过你袂用伤害一般的人。你放心，我只是要有大家一个 surprise， 袂伤害任何人。我袂安怎相信你？恁后生即摆应该都踢完球，伫体育馆等关哥去家食。敢要试看卖，像成这的人？我答应你。叶太太，哇，这礼物看起来这么重，敢有需要我倒啥工？是要庆祝五十周年的鸡卵糕啦，不要紧，我家己来就好。叶太太，然后呢，我跟雅婷敢袂当做伙入场，雅婷出来的人多好，嘛伫个内底，而且我嘛应该对今日叫了饭店的代志，好好甲叶先生回者，较有礼貌，安尼敢会互你为难？当然袂。前面女郎等一下都有动作。对前面女郎来讲，美丽才是上好选择。若是有人小巧这会着，业界的人一定是头一个不答应的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女郎即马可能就伫附近了？真有可能。佳丽，啊，这是。阮后头厝准备鸡蛋糕，我真有心呢。小红，爱家甲亲家说一下多谢哦。我会替你准备一个鸡蛋糕到有空气，等生日快乐歌唱完，你就马上去了。鸡蛋糕内底有啥？你毋是讲要伤害任何人？放心啦，只是嘣一声较大声尔。啊，你若是会惊，你会当把酒放个上较边啊。各位啊，这是吼，我的亲家啊，代替集团过生日啦，啊，大家做伙庆祝生日快乐，替大业集团来庆生，来，预备，起！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。